マジでやばい、やばい、やばい、これ、これ、やばい、これ、やばい、これ、やばい、マジでやばい、マジでこれ、行こう。およばゆみ、マイソカモンド TV。好，现在呢要干嘛？今天气day，我们什么呢？首先，大家去玩吧！我们三个，哇塞，来给我口水，玩吧 ！Double 的辣味，然后培根的，然后新的什么那个 zucchini 番瓜哦，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个三个。先生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个人觉得。汉堡王的汉堡是真的最好吃，但是薯条，麦当劳，你看，大薯条，三包，还有鸡块，我操，我要流口水了，等一下，鸡块。我们开 party 了，耶、然后呢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最重要的是 而且他们好像是活动，我刚刚卖六颗，六颗，宋延伟，六颗免费来，天哪，我从哪里吃呢？我看他们要从哪里吃，我从哪里吃？我吃薯条，刚刚炸的，我看，呀，等一下，我几百年没有吃啊，等一下，刚刚炸的，好烫，来喽。妈的，我妈耶！这都真的很久没有吃薯条，炸的，一定要吃。老板，老板，うま。あれこれ。あれ。うま、マジで。やばくね。やばいっす。何も言えないです。やば。パパパパパパ。那不是，这是培根的吧？两层，哇！やばいよこれ、これやばいよこれやばいこれやばいよマジで。やばい。来喽。几个月没有这样吃了，快半年，真的是没有这样吃。你吃太快了，你吃很快。我最喜欢吃这个辣味哇巴，是最传统的，有没有？吃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真是。你们太天真了。你们，谁晓得？嗯嘛。我们七号手，然后就全部都来带。我们，因为我们住在，所以吃饭就没办法。对，
但是呢，我们通常就是每天洗手，每天戴口罩，所以呢，这一幕你不用来骂我们哦，因为我现在在家，我们现在在家。嗯，这个拍多啊，回来了，收回来一个。啊，什么来着？一只猫。我知道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这个甜甜圈，我犹豫了一个礼拜吧。本来想做 cheat day， 但是想说现在运动量变少，不用做 cheat day。但是我犹豫了一个礼拜，こんな甘い食べ物あったんだ世界で。やば、うまーマジでこれ。ハッピー、うま。我跟你讲，今天。千多吧，我们两个，但是还好，你看到七千多，那一个人吃掉三千五嘛，然后今天就是七，不要吃其他东西，顶多是喝高蛋白。那今天我吃了四千卡，但是我的代谢2000趴有没有？要是顶多都吃的1200左右，1200多的话，就是顶多几公克的脂肪而已、啊。所以，七天，因为现在大家一起在家里很闷，所以久久一次这样吃，开心，心情好。这样就好了，但是不能参展哦。但是你看一下我的腹肌还在，耶、yeah! yeah! ，还在，耶、yeah! ，大吃大喝，再见。好，我刚刚吃完的所有的东西，剩下，我、哦、真的是超多哎，剩下十颗，这个是等一下这个甜点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要废到底，我就刚刚点了我最喜欢的特和家拉面，但是我第一次是。变外送、欸、外送不是日本人就是说坚持到不外送吗？啊，你们就是说哦，我跟你讲，日本的拉面没有外送，因为是味道变，品质变。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没办法，现在是疫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要还是赚钱，而且，但是我说真的啦，我这家很喜欢。我先吃酱油好了，啊，腌好了，味道比较那个。哦，他们是这样分开的，好用心哦。嗯，好吃，还好我今天没有嫌那个很咸，因为我通常是我吃的那个很咸，但我今天是现在是普通，哎、欸，我是一个日本人呢，对我来说已经蛮咸的，但是这个台湾人怎么吃啊？面条跟好像你的毛啦，你的毛。吃起来有点粉粉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还是我想太多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但是汤头是一样的，好吃，我就喜欢的那个这个味道。好用心哦！不，天哪，好油、哦！今天我吃掉是到底多少热量啊？四五千吧，来。菠菜，然后面一起，这样，你干嘛流口水啊？嗯，在店里是比较好吃，面啊，粉粉的感觉，只是就是它的汤头的味道啊，那叉烧啊，就是跟店里一样。而且说真的很辛苦了，像我的葬礼烧也是啊，我真的不太建议，如果我有发我的葬礼烧，台北的店有发food pan， 台南有 food pan 的跟 Uber 两个都有，但是真的是现场吃比较好吃，炸鸡呢嘛炒面还好，但是葬礼烧的话现场吃真的比较好吃，但是我就是骗不了啊，这个也是啊，我很喜欢特和家的那个拉面，但是
75分。嗯，但是他们懂，他们的已经像这种的，做法已经很认真，对啊，大家现在很辛苦了，就是多一点包容，嗯。但是说真的，今天我吃的好开心啊！我又发炎了，没关系，今天吃了这些东西，应该吃掉，真的是丧失健康，没有关系嘛，明天。多一点带他们去散步，然后在家里训练3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然后明天练习一个礼拜，吃得非常的干净。那请期待跟大家分享，从明天开始我的健康、健康、好吃的菜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